这是马路旁边的一个小一个沟，你看鱼有多少？鱼怎么这么多啊？好大条哦，每一条。感觉水也是蛮浅的啊。哦，怎么会这么多鱼啊？我看看桥下，哎呦，好害怕。没有。你看这一个鱼，它都已经水浅到说它都已经游不直了，哎，这么大的鱼啊，它游不直哎，水很浅哎。两只鱼怎么这么特别，看好浅的水，对啊，好多鱼，而且水很浅耶。